你昨天说的那些话，都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真的是情侣了。你不会反悔吧？不是不是，我就是确定一下，就是这种感觉太不真实。我是你男朋友，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。 那还有个问题，说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因为你力气很大呀。啊。还有，你吃的也很多。 像冰箱里面无论有多少东西，你都能把它吃完，不浪费粮食，这一点我特别喜欢。就只有这个吗？没有其他原因了，比如说因为可爱、漂亮吗？啊，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了。